武汉到了，应该下车了。我不去武汉，我去长沙呢。既然您在这节车厢逗留了，按照防疫要求，就必须得在这一站下车。所有离汉通道是第一人民医院医生、护工人员紧缺。武汉市第一医院吗？我想应聘。他是新来的，做保洁的。你工作在九楼，九楼是重症病区。我们那一层都是冠状肺炎的重。很害怕是不是？留在这的汉子，你可干死也不能给 pass， 对不对？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九楼女神守护者，打不死的宋小强。加油！你去过武大看樱花，去过黄鹤楼吗？当然了。哎，那你让我看照片了，我都没去过。不就是想看我的真面目吗？等疫情结束之后，我让你看。